做的事情，不要针对我们这个无辜的人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吧？我们的家会家破人亡的，知道吧？知道吗？会死人的，这个家里会死人的。你现在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我们哪里都不去，我们哪里都不去，我们也不干什么。我们手无寸铁，如果我们做了任何犯法的事情，你们谁是来抓我们？我们能干嘛？我们能干嘛？你就说，走吧。如果我做了任何犯法的事情，你随时可以抓，好吧？我知道你们有政治任务，好吧？我能理解，好吧？走吧，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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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你们不能这样强，哪里这样强迫人家人人自由的？不是，我们没做任何犯法的事，我们到哪里去是我们的自由。我们现在没有说你，我们要走就可以走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里全程录下，好不好？我不听你们的，我不听你们的，我没做任何犯法的事，我们自己走，我们自己走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怎么了？不要动。怎么了？不要动。怎么了？我们怎么了？抓起来。扣起来，我就让你们扣起来。我不是抓你们，你们是配合一下。你这么多人围着我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妇女。对对对，现在带你们去那里。带我们到哪里去啊？有人接待，有人。我不用他们。我不用接待，我不用接待。好吧，来了。不要激动，好不好？这么多人围着我们手无寸铁的一个妇女，来吧，我哎。摆开下来，不要大动的，好不好？这里有录像，录像，全程录像，好不好？带你过去录一下。哎，理解你们，我现在就在这等。为什么要关掉？我这自己手机为什么要关掉？我们会从这方面跟你解释。我跟你们说好吧，这个钱要不回来，我们家会死人的。不要激动，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，好不好？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下来，不要激动，没必要。我们只站这里，你们不要逼我们，我们不要碰我，好吧？不要挨我，不要碰我，好吧？不要碰我们，不要碰我们，你们不要碰我们，好吧？拉下来，这里危险，危险，下来，好不好？下来，我站这里，我不会去做，下来，不要激动，我不会去做过激的事情，好吧？你放心，你们不要，你们离我们远一点，好吧？你们离我远一点，我不会，好吧？你们把我们逼的只有站在这里，好吗？我坐这里，好吧？我坐这里，好吧？你们离我们远一点，你们离我们远一点。你们离我们远一点，好吧？来吧。你们离我们远一点。我们家也活不下去了。我们家会死人的，知道吧？我们到现在就我一个人知道吧？没人知道，知道吧？从出现的那天到现在，我一个晚上都没睡过觉，知道吧？两三百万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？会死人的，家里面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？你们有这种精力，不是对坏人了？你们有这么多时间，你们不去把那些坏人把那些钱给我们追回来，你们天天对着我们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又不是闹事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一下。我们去看一下政府站台的企业到底有多牛逼。